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下载全新飞碟 APP，接收地球大小事。好，声音方面进来了啊，谢谢。朱国华，你好。林里恩存，谢谢你。大顿。 郭荣林，哦、喔，安今日又来呢李李。你好，你好，zero 零，你好。杨飞宇啊，哎、欸，是新人、欸。沈快快，你好，李光耀，你好。诶、欸，我今天讲李显龙，讲成李光耀，昏倒了。诶。欸 呃，王凯文，你好，哎，零九九，谢谢，杜莎拉，谢谢你来，周流抒情，呃、哎，米萨奇，哎，你好，幸运草佩洛，哎，汪奶奶，你好，你好，哎。 Vicky 江珊珊江蜜，诶、欸、，Victoria 黄张文在，哎、欸，你好，诶、欸，施永明，谢谢谢谢，哎、欸，何先先，哎、欸，易中天，你好，张美乐，黄玉锦。 呃，答案徐何宪正，哎，你好，你好，Simon 周、呃，呃，CUI 龙，哎，你好 n e v e r Link，这是老人，哎，陈雅珍，你好，李勋，你好，你好，王仁辉，熊刚蛋，聚众雷，徐姑姑，呃，你今日休困呢？ C.S. 杨，哎、欸，你好。哎、欸，谢亚芬，谢保罗，哎、欸，你好，你好。<laughs> 还有邦乔飞、啊，<laughs> 你是他的粉丝吗？呃，西西里，哎、欸，你好，你好。 孙正者厉害，哎，不甘愿上海疫情，不，不是很理想啊。哎，这个，这个比较比较麻烦。可惜你好。 哎，hey, 李寒新，谢谢。哎、hey,，好，王平丽，你好，蔡敏杰，你好。哎、hey,，第十一次核酸啊，哇！不甘愿，你讲是这一波的第十一次核酸嘛？第这一波上海疫情的第十一次嘛？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吧，哈、嗯，哎，罗罗亚莲，你要讲什么？你要你要听什么？你听到的是什么？你你没头没尾的，你这样讲，我不知道你是干嘛的贡献。过完年到现在啊，这过完年到现在，哎、嗯，你应该是算说这一次上海。 这个封城那时候开始算嘛，普通浦西分区封开始算塞几次，这样才那个就过完年开始算就比较有点那个。哎，陈丁丁你好，Michael B S 你好，呃，啊，什么三月一号？ 罗亚莲你要你要讲你在讲什么啊？哦、啊，三月初开始封的哦，有听懂嘿？蔡中股主题不是写在荧幕上吗？你是说大纲啊？那个蔡中股，我们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贴的，你都没来啊？ 你也帮帮忙，罗雅连立党呢？相继文，我要传代给你，就传到雾飞夫那边去，传错了。哎 <laughs>、欸，曹乃荣，你好。哎、欸，蔡中谷你是两个礼拜没来啦 <laughs> 哎，罗亚莲，对啊，啊，那是过几天呢、啊？那要怎么讲呢？<laughs> <music> 夜晚餐，陈辉文时间。夜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一年四月四号，今天是礼拜一。呃，虽然在这个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呢，我们央视现场直播、哦、而且呢，我们大六点四十二左右呢，我们还会开放口音啊。 那平常很二晚打不进来的朋友呢，这个非常欢迎啊！不，我们今天题目有微调了哈，当然也没有设限啊。你要谈谈疫情，谈谈乌克兰，呃，谈谈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都都好了哈。因为我本来今天还打算做网络投票，后来想想算了哈，因为大家还在休假哈，我们等到礼拜三、礼拜四，呃，再来。 再来做都没关系了哈，因为呃这几天吵的比较热的是那个桃园的事情啊，就朱立伦跟罗志强的这个两个讲电话讲三个小时，讲讲到手机应该没电了。好，呃，那个我们没有要谈了啊。那、呃、这个礼拜跟他谈的事情，这个容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我们再来谈都。 来得及哈，反正木已成舟啊啊！那我我这两天就先做个铺陈好了哈。我们今天那个外天，今天没有主题吗？这应该阿志，啊、我们是两个礼拜了吧？没有贴大纲，应该一两个礼拜有了啊。这位听到没有？你两个礼拜都没来哦，你们，你也帮帮忙，我们你。呃。 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贴 rundown 了，所谓的 rundown 那个大纲，我们只有贴那个今天节目的封面的标题在荧幕上面给大家看。但是我们每一趴呢，这个我也没偷懒，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已经把我的这个 rundown 传给阿志，阿志一个人看就好了。那其他要了解我们节目大纲的朋友，请你看节目，请你听节目，上面都有啊，不是吗？ 我们每一段的那个那个标题都会换啊，嘿，这个每一段都会有啊，请你看节目听节目，好不好？好，那我不会再贴在任何地方让你去 copy，没这回事哈。欢迎你收看，欢迎你收听，好，这个特别的感谢。<laughs> 好，那么第一段谈谈乌克兰，哈，跟这个两岸呐、啊，那第二段我们要谈谈这个修宪。 好，那今天一九零0我们会问看是不是谈谈这个疫情哈？因为呃，上海的疫情，还有我们台湾哈，这个这几天确诊都是三位数哈。这个没关系，我们再谈。那那个有一个数字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呃，我们 PCR 的量能哈，从二零二零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一天只有两三千件哈、哦。那当然也慢慢的。 这个增加，我刚刚在 T 台讲说一天两万这个数字马上就有人传带给我说，好像不是两万应该是八万多那这点我特别跟大家这个更正跟致歉呃，如果量能全开，一天可以做到八万的话，以台湾的人口，就就讲基隆好了，基隆有三十六万人，如果三十六万人都做 PCR 的话，你一天塞八万，那也要。 四天五天才晒得完哈，这是量能当时远远的不过其实两年了，两年哈，呃，我不晓得，所以呃，待会我们会再谈疫情不，我特别要这个请大家呃留意啊，因为呃，也许你是打完三剂，像我一样，我也打了三剂的这个疫苗哈，呃，也许你的体质很好，然后你的抵抗力很好，你很年轻哈。 但是你家里可能有长辈，啊，你家里的长辈跟你的家人，他不见得都有打三级疫苗，而且他可能有慢性病啊。人一到的中老年，有慢性病是很正常的。那你看我我做监控啊，啊我我我我你你你你可能有病毒，你自己不知道，因为,有因為有无症状嘛，或者你是轻症，你觉得这个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 注重这个防疫的话，你可能会把你这个事情啊，这个传染给你的家人哈，或者你的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没有打疫苗的你的亲朋好友哈，这个就麻烦了哈。因为我们毕竟疫苗的覆盖率不是百分之百呃，大家不要轻呼了。那现在指挥中心他的做法就是跟你赌一把了哈，这个没有办法哈。就我们待会啊，会看是不在谈这个疫情啊。我们看乌克兰。 那这个俄罗斯调动部队啊，往乌东去集结哈、哦。那在基辅的这个周遭啊，这个乌克兰就说俄罗斯犯下了战争罪哈、哦，说这个屠杀平民哈、哦，这个种族灭绝啊。那媒体报道说，有乌克兰的民众是后脑勺被开枪哈、哦，这个等是行刑的这个这种处决哈、哦。那当然这个是，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这是非常的严重哈。哦 呃，当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火哈，从二月二十四到现在一个多月了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形容这个战况的凄惨啊。俄罗斯的部队，他打了很多地方，只有这个地方有屠杀嘛？因为理论上你应该是攻击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而不是攻击乌克兰的老百姓啊。老百姓是手无寸铁哈。 那乌克兰，你要做这样的指控，要把证据拿出来。因为我们从战火打到现在，我觉得，呃，当乌克兰它是这个、呃、被攻击的一方，它的这个文宣很厉害了啊，那、這个各种的宣传啊，各种的这个啊，当然也跟他的总统是有关系的哈、啊，这这段时期的这个团队哈。但是你说这个呃，媒体战啊，网络战啊，讯息战啊。 社群战什么？可能俄罗斯是吃亏哈，但我觉得打仗不是这样打的啦。就是、说你你各种的宣传，从开打到现在，多少的假新闻呢？太离谱了啊！这个这个，我我觉得整个大众传播史都应该要改写了。从乌克兰的战争哦，这个可以让很多这个这个新闻科系啊、大众传传播学院的这些这些教授啊、研究生好好的做论文啊，因为这个这个实在是。 这完全颠覆了整个呃媒体的这个，我觉得很不应该了啊、呃！特别是呃主流媒体啊，西方世界的这大媒体啊，包括一些大的通讯社公然的造假哈，呃，这个实在是太太过分了，太过分！因为我不是要去跟你谈战争，我说从媒体这样讲的话是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你你整个战争都失焦了。 啊，整个都偏掉，然后我不相信任何，包括俄罗斯的媒体播的新闻，我也不相信了、啊。那乌克兰的官方讲的，我也不相信、啊，因为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相信呢、啊，你就很难去呃讨论乌克兰的这个这个战火哈、哦，而而且我觉得讨论俄罗斯怎么打乌克兰，我认为呢我很抱歉，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啊。你你说俄罗斯这个？ 好，各种的军力，好陆海空什么都胜于乌克兰，然后打的这样子，这讨论这到底要干嘛呢？我不太懂啊！啊，大家看得很带劲，那又是为什么呢？真真的是。来，我们看这个，我们政府哈，这个发动乐捐哈，给乌克兰是九亿三千万哦，已经截止。了，好，上个礼拜五已经截止啊。这个本来这个。 希望的金额是十亿呀、啊，啊，结果最后封关的数字是九亿三千多万哈、啊，呃，这个实在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哈、啊。那我们的外交部呢，这个要做这个秀啊，但是很遗憾的是，乌克兰的官方啊，乌克兰政府啊，在台湾呢是一个官员都没有，没有人呐、啊。那外交部怎么办呢？只好找一个。 在台湾的乌克兰人来充当代表，也没有人呐、啊，那你要捐给谁呢？好，总要有人出来这个秀一下，就找一个乌克兰的啊、哦，这个朋友哈，哦、他他不是乌克兰官方的任何的官职身份都没有，那就是陪着外交部做的一个秀，好、哦，就捐了这个这个九亿三千万哈。哦、那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这格莱美奖。 泽文斯基啊，但当然也不是只有格莱美奖了。他之前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啊，北约什么很多，好、哦、像日本啊、哦，这个泽文斯基他透过视讯在全世界各国的国会，包括刚刚讲的格莱美奖，他都会演说嘛。好、哦、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哈、哦，呼吁大家去支持、声援乌克兰这样。就当他总统的这个，我的意思说，呃。 九亿三千万这笔钱哈，乌克兰政府啊，啊，就尤其是泽伦斯基总统，可以呃写个推特吗？写个脸书？好录一段影片，说啊非常感谢台湾的这个这个啊、哦、心意啦，台湾的友谊什么的，有很困难嘛之前我们这边还有立委说，哎，这个泽伦斯基跟这么多国连线，那我们也要连线呢、啊。 他可以跟其他国家私讯，为什么不跟我们私讯？为什么、啊？为什么泽伦斯基不跟我们私讯？也不用，也不用久，半个小时、二十分钟都好，就跟我们立法院，是让我们这些立委排排坐，然后就听泽伦斯基讲什么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热脸去贴冷屁股啊？其实，天本这个是蔡总统带头捐款。我我觉得，我们也要怪乌克兰呐、啊。 我们要怪乌克兰？怪乌克兰乌尔伯格的关系？你自己要捐的、啊。我们如果真的是真心换绝情，是蔡总统带头捐款的。好，总共有十二万多笔的捐款，加起来是九亿三千多万哦。我是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没办法，他啊捐都捐了，这上个礼拜五都截止了。哈、哦。那这个就是蔡总统他领导国家做出这样的，我我觉得。 蛮奇怪，就我我们为什么是要去捐乌克兰呢？乌克兰被打，被俄罗斯打，那俄罗斯为什么打乌克兰呢？对，战争是很无情的，很多乌克兰的老百姓，好，那两边的军这个军人就不讲了。我说乌克兰很多老百姓，好难民，好，联合国统计已经超过四百万了。那个之前说三百万，就逃出乌克兰难民超过四百万了。哈，那。 其中一半以上都在波兰了哈，因为这个啊地缘的关系，他们就跑到波兰去了。一半以上都在波兰。乌克兰老百姓是无辜的，那为什么俄罗斯要去打乌克兰？我们捐这钱到底又是为什么？好，就大家要去要要去思考了哈。好，另外一个这个新的就是印太经济架构哈，IPEF 哈，那 In the Pacific 哈，Economic Framework 啊，这是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哈。那 东协的国家都在观望，哈。那我们的，当我们很早以前就说我们要加入了，反正美国讲什么我们都要加入哈哈。结果美国的贸易贸易代表戴奇呀、啊，他在国会这个，他们参议员问他，当参议员是是比较对我们友好，问他说，台湾要参加这个印太经济架构，问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哈，那他没有回应呢。 我们是不是又热脸贴冷屁股了？好，当然站在美国的官方，他很多要考量的。好，你你看看人家东协是在观望，然后我们举手说我们要参加，结果很像是被美国打脸了，这怎么办呢？抗通膨、享乐活，一手掌握。土城核心三十二层钢骨地标，千平绿意，健康轻松达标。 海山站四十二至五十六平，制产行家限量入席，八二六二一五八八，黄翔 Park，五十甲广告。喂，老公，我 A 到旁边的车，怎么？ 嗨，Hi,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飞碟 n e t o 空中的梦想家，Jordan New iPhone。夜里晚餐，我是沈辉文。那待会我们还是有扣印哦，就是我们待会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啊。 也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哦，因为我们的国际处境非常的困难啊。那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IPEF 哈，这是缩写的啊 i n THE p a c i f i c Economic Framework，就是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哈、哦，那是啥？啊？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那、啊、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要加入，你加入什么东东啊？你以前的 TPP 是奥巴马总统他要推的，那 TPP 呢？ 这个太平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济伙伴什么协议什么，那是一个大的这个经济架构。川普上台之后呢，奥巴马做的什么都不是不,不行，只要是奥巴马做的，川普都把它推翻掉。就很像林家龙推翻胡志强做的东西，胡志强买的公司不行，胡志强推的政策不要，好就这样，好、哦，所以林家龙当了四年就被干掉，好、哦，就这么简单啊。那川普也一样哈哈，川普把奥巴马东西通通推翻。 川普是一任就下台了哈，那这个虽然就是 CPTP 已经跟美美国无关了啊，TPP 后来就变成 CPTPP，CPTP CP 已经没有美国了，然后现在美国总统换成拜登了嘛，那之前就有人问拜登说，哎、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 CPT？拜登说，我也不要呵呵。那所以这个美国发明这个 IPEF 哈，什么东西都不晓得，我们就说要参加，这也非常的奇怪哈。 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要协助我们去参加 WHA 跟 ICAO 啊，这个世界卫生大会，还有国际民航组织的年会哈、啊，那我就不讨讨论这东西是是是啥子啊？因为这两个这两个国际组织，我们都去过了世界卫生大会，我们去了好几年 i c a o 我们去过一次，好，那个年会我们去过一次胡锦涛做球给连战啊，当时这个还是胡锦涛。 当总书记的时候啊，那他做球给连战啊，因为他连战有这个公交有司仪。哈。那我们去参加了一次 I C L，然后 W H A，我们马政府那时候也去过，好，其实一直被骂，骂？那现在美国其实那个是退步了，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去参加这种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这国际组织到底意义何在？这个我是反对的啊。不过这个因为。 这个 WHA 的年会是五月，每年的五月在日内瓦开哈。那今年四月四号，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谈这个 WHA 哈。那 i c l 是三年开一次啊，那个国际民航组织的年会三年开一次。这个，这当然，我我我不觉得，就当然很多人就习惯了啦，就觉得我们用中华台北啦，用这种观察员呐，用这种非会员、非国家的这个。 身份去参加国际，我我认为是没有意义啊！我觉得中华民国这样子参加国际组织是非常的委屈啊！好，那这么委屈的参加国际组织，还得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脸色，那大可不必呀、啊！好，那回到我们今天口音代表要问大家的题目哈，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是啥？是啥？就是。 我刚刚讲说，我们的处境是这么的这个艰难。我们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待会我们扣音来请教大家。平常觉得扣音很难打的朋友，今天是最好的机会。这个这个，如果是网络投票，YT 的设计，你只能单选。好，那我我也我也希望大家单选，因为我讲是最重要、最迫切。你总要排一个这个优先顺序嘛，轻重缓急嘛。 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当你问两千三百万人，或者你你民调问一千多个人，一千多个人可能大家的意见看法都不一样了。就你你你，现在就不要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立场好，你也不必猜我我个人的答案什么，因为我的答案我就代表一个人。好，如果你是大陆的听众，我也欢迎。我我你也可以扣一啊，大陆朋友也可以扣一，待会。 你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现在人不在台湾，你是侨居、旅居在海外的朋友，你觉得台湾是你的故乡，你这个哈，你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好，我们从第一个来谈哦，就所谓的这个修宪、修改宪法。我们十七年没有修宪了，十七年了啊！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是。 修宪吗？那各位听到没有？你你不用猜我想什么，好，因为我的答案不重要。我我要问你呀、啊，你觉得台湾最迫切、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修改宪法吗？这十七年来我们都没有修宪，我们上次修宪十七年前的事情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年底哦，就是在民进党这个执政下。 可能我们十一月二十六号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民进党完全执政嘛，他又会在十一月二十六号的这个九合一选举他去绑大选，所谓的修宪公投绑大选。好，我猜民进党大概就是所谓的中选会那个，就别不要跟我讲那些的了啦，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好，你觉得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是修宪吗？台湾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十八岁的年轻人参加投票吗？ 是这个吗？还是说，照这个尤其坤、好柯建明、陈迪飞他们讲过的，这是他们公开讲，这不是不是我不能乱掰啊。他们希望过的是两个案子，一个是十八岁公民权，一个是调降修宪的门槛。他是用这两个绑的，这他们公开讲了、啊，所以其他都是。 甚至包括十八岁公民权都是障眼法，他要的是降低修宪门槛、啊、那我们也也跟大家谈的乌克兰的状况，大家很清楚啊。乌克兰就是从当年的修宪一路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好、哦，当然也从他们好、哦、这个从苏联独立之后的一连串啊，那那从三十几年讲起的，一九九一年嘛，啊、哦，但他们最近的这个事情就从修宪啊、哦，这个、哦、等等等等这样的。 那还是说要照这个调降修宪门槛之后，要去推证明自宪独立？那那我问你，那调降修宪门槛是要干嘛？为什么修宪门槛定这么高？他就是不要让你轻易的修宪、啊、甚至他让你连出立法院都很难。其实，在二零零八年啊，国民党全盛时期，国民党在立法院啊，包括友军哦，国民党八十六席立委，八十六啊。 修宪的门槛立委是八十五啊，所以国民党还多一席啊。好，那当年也有人讲说：“哎、欸，好不容易这竟然能够……”你狂赢嘛？马英九碾过谢长廷，赢了两百多万票嘛？好，然后立委蓝军有八十六席啊，啊，那个时候有人讲说：“哎、欸，那国民党来修宪好，因为有八十六席啊。八十六席门槛是八十五啊。”好，那。 这个修宪门槛，他他要求这么高，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刚性的法律。呃，任何宪任何法律跟宪法抵触是无效的。好，那你现在要修建是不是在为台独铺这个路、哦、做这个梦啊？我先把修宪门槛给他降低啊！你再看看这个十八岁公民权通过之后，尤其坤讲什尤其坤说：“哎，那个废考监来讨论也也可以啊。”尤其坤说。 废考监可能来不及这个年底嘛，这个十一月十六没关系呀、啊，总统大选再来绑啊。尤喜坤这样，尤尤院长讲的不是我讲的，他都已经讲成这样子啊，哦，昭然若揭了哈。那废考监是不是要去绑这个修宪门槛？因为大概大概他有他有一个公告的时间要六个月，好，所以时间可能是来不及的。所以他们他们这一次年底先跟你玩十八岁。 二零二四中国大选，他催票才会有动力呀、啊！你几票邓中统嘛？几票邓李卫嘛？啊，几票邓修宪随催的票啊？好，那在修宪，我很感慨，是之前啊，这个赵先他们都有谈过了哈。赵先的意思是说，这个十八岁公民权哈，这赵康公开讲的哈，他说啊，这个国民党这个哈，应该有这个配套，就说，哎、欸，那这个不再去投票。 你民进党要要推这个十八岁嘛？那我国民党这边我主张要修改这个，因为不在籍投票不用修宪，修选爸爸就好了。但我跟你换嘛，好就 give or take，就是你你你，反正就是有舍有得，你就是谈判嘛。那不是只有台湾的不在籍投票，包括台商，你都不用回来了。台上你又不用再坐，你坐飞机回来投票干啥呢？你你就在大陆投票，通讯投票也好，电子投票也好。 反正你就不用回来投票，你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你有投票权。海外的朋友，像我，我们之前中统大选，很多人从美国回来投票，美国林小姐，诶、欸，保罗网线回来投票，孙小姐有回来吗？我有点忘了，肯定的问他，就是这次中统大选，我们很多，乔，哎、欸，那个那个，哎，开华子，哎，张三姆是不是有回来投票啊？那个 h o 斯的那个。 就是以后大家都不用回来投票了，你你就在美国投，你就在大陆投，你在日本，你你有你有投票资格，你不用回来，你不用买机票，好，但是你就是要一个那个完整的漂亮的电子投票或者通通信投票。那美国美国的投票就这样子啊，美国的投票，他们有的根本就不在美国啊，可是他就他就直接寄回去啊，选票寄回去啊。 其他国家都都都，我我们我我们光是台湾，哎、欸，你在台北工作，你户籍在屏东的，你还回屏东投票啊？天哪、啊，这一趟多远啊？那、嗯、不是，你以现在的科技，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那那我请问你，赵先讲这个，其实我是反对的。我今天讲实在，我是反對，因为我觉得本来就不就就应该不在地投票的、啊，这干嘛跟民进党换呢嘿嘿？你懂我意思吧？这干嘛换？这本，哎 那我请问你，这次修宪不再提投票有换到吗？各位听众朋友，有换到刚刚讲的那个不再提投票通信投票有换到吗？什么都没换到，什么都没换到，国民党就双手投降了。你看你会不会吐血、啊？你什么都没换到，这是你唯一民进党要看国民党脸色的地方。 你一般的法案，他不用一一般多数决嘛？民进党六十几席，他干嘛理你？一百一十三的五十七，他根本不用理你啊！可是修宪要八十五，民进党没有八十五席立委啊！国民党什么都没换到就投降了、啊。好，我们再再来看啊，也也也也许有人觉得，哎，修宪不重要，那两岸重不重要？台湾最重要、最迫切问题是不是两岸呢、啊？是不是要避免战争？好，是不是要恢复征兵？ 还是这个巨额的贸易顺差，两个问题重不重要？它无统哦，这种威胁，非但银弹的威胁，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两岸呢？大家可以讨论、啊、好，不，你不用。我刚刚讲，你不用猜我的答案是什么。待会我们六点四十二左右，我们会开放口音。 欢迎大家到时候打电话。你觉得台湾最迫切说，这有你只能回答一个。啊。哎、欸，霍元兄，我觉得两岸很重要，修宪也很重要，经济也很重要。不不,不，这这个回答，你告诉我，你认为最迫切、最重要的第一个要解决问题是什么？那天柯文哲也被问啊，柯文哲，民众党不是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新春酒会之类的，邀请这个外国的使节。他说、哦：“我们民众党哦，要有执政的准备，我们有志气，我们要执政。”记得问他说：“如果当选总统，你要做什么？” 柯文哲的哪里啊，<laughs> 我的灵感就从那边来的。记者问他说：“那如果民众党执政，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柯文哲的答案是说：“台湾的问题很多，要分轻重缓急。好，然后容易做的先做。”这个答案我是反对的。台湾的问题很多，要分轻重缓急，最重要的一定要先做。 最重要的也许很难呐、啊，但是你要在最重要的，你放你放后面干嘛？不能拖嘛，有些问题是不能拖的啊。你怎么怎么叫做容易的先做这个？这个，所以我说，人家柯文哲如果当总统，我要我要去流浪呵呵。好，那有人觉得经济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经济啊，这几十年来都不好。好，我讲这不夸张，我认为台湾的经济这几十年来都不好。 啊，就韩国瑜讲的，台湾的这个这种，在三个台大法律系总统倒退三十年，当初韩国瑜是这样讲，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倒退三十年从李登辉末期，我就觉得台湾的经济不行了。那也没办法，问题非常的多哈。那低薪啊，这低薪这个很可怕啊。台湾的月薪的中位数啊，大概三万三左右。 也就是说，台湾的受雇者一半的人的薪水，每个月的薪水不包括年终奖金跟股票分红，每个月的薪水在三万三以下。那我们的这个基本工资是两万五，二五二五零啊，两万五，三万三到两万五这个卷局里面有将近五百万人呢。他的领的薪水在两万五到三万三之间呢、啊，所、就是低薪的问题很可怕、啊。好，还有人说房价。 好、哦，在台北你要不吃不喝几年才才买得起房子。那在韩国选这个高雄市长、选总统时候讲到的产业升级啊，这讲了几十年了、啊。那个光是自金区、自贸区讲几年就是做不起来。啊，这这这这我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做不起来啊。自由经济示范区、自由贸易示范区，那你为什么做不起来呢？我我不懂啊。 前几天那个泰鲁格好，一周年，他台铁就是没办法改革，一年呢他就没办法改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问题出在哪？产业升级讲了二十几年，就是没办法升级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所以台湾的很多问题很多种面向。哦，我待会扣音就是问大家，你觉得台湾最迫切、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好，那。 我也不要讲我的答案，因为我我怕我讲我的答案就会影响大家扣音的那个哈。我我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先决的条件要讲啊，因为这次修宪是蔡总统连任之后，他这个公开讲的，哎，我们要修宪了。我二零二零就讲了，现在已经是二零二二了，就蔡总统连任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说。 蔡总统说要修宪，那国民党要配合嘛？其实听到没有？我讲句，你可以去调我们二零二零的飞利晚餐。我二零二零就讲了，蔡总统说要修宪，国民党要配合嘛？我是一路反对啊，因为我跟各位讲之后，我不认为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修宪了。你要列出台湾最重要的十个问题，绝对没有十八岁公民权了、啊。好，十个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啊 我绝对这十个里面绝对不会有十八岁公民，因为我觉得那根本不重要，根本不重要。结果我们现在可能要为了这个不重要的事情，在十一月二十六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去绑这个大选到底会是为为什么？我我我不懂啊，所以我是得唉，大家再给我几天，我我一定会把它问清楚，然后跟大家讲明白了。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爷爷不是在天堂吗？好，那个啊，这这个我不要，这个框我不要。嘿，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个，嘿，<好>谢谢嘿。我要谈那个最重要、最迫切那个。嘿，<好>这个当通关密码就好了。好，叮叮叮。 你出现了，伦敦土包子你好，嘿林蓉蓉你好，陈艳红，谢谢谢谢，哎、欸，还还没按赞的朋友，麻烦一下，嘿。 周敏娜，你好，哎，周敏娜，这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不是今天呐？今天还在休假，哎，哎，大家都可以扣音，大家都可以扣音，嘿。啊、呃。 九五九八，98, 谢谢你来捧场，哎，伦 <laughs> 敦土包子最重要的事情是改课纲啊，睡啊睡，啊 <laughs>。这这一题恐怕这个哎，好不好？大富贵，所以莫顾想。 家庭铁石骨的劲，飞天的梦，口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点 UFO。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来来来来来，哎、欸，这个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你认为台湾最迫切、重要，就這一个答案啊？好，你就讲你你认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今年打过的朋友不要再打了，现在才四月，你也让其他没有打过的朋友打一下，好不好？来来来啊！以前觉得电话很难打的，今天是最好的，因为今天是清明节的这个连续假期哈。零二二三六三九九，99, 大陆的朋友我也欢迎啊！就你从大陆看台湾，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啥？好吧？那我们通关密码啊、哦，通关密码，这个有听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通关密密码是什么哈。零、哦、二。 二三六三九九五，欢迎打电话进来。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一个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也别往心里，你要哎，会问我参与的答案是什么？我答案什么不重要。你觉得最重要、最迫切、最应该去处理的，如果你是总统兼党主席，你有完全执政的权利。我觉得蔡总统有点可惜了，因为从二零二零他连任到二零二四他交棒，就是每个总统的。 第二任，因为你不用连任了，不用连任了哈。第二任距离九合一选举有呃两年的时间了、啊。二零二零的一月嘛，他当选嘛，连任嘛，到二零二二的十一月有两年的时间，他浪费了这两年，他开放了来住跟服务，来那个核实啊？呵呵这两年他是浪费掉了。我觉得这个，这是蔡总的可惜的地方。你好，你好，Hello，你好。 喂喂喂，你好！我觉得这个这个蔡总很哎，大哥，您上线了，你要讲话嘿。喂喂喂，哎、欸，你好，你好，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住新店新廖廖先生来，通关密码来一下来。两个不要怀疑。来来来，廖先生，你有打过吗？第一次，第一次打扣印。对。好来来，廖先生，你觉得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能跟对方坐下来谈呐、啊，<Hey. S 2> 对不对？你不谈，你在那不打老虎打苍蝇总是不行呐、啊。嘿，<Hey. S 2> 哎呀，好，再来。<laughs> 我我懂得不多啦，就是说听你很久了，然后趁今天比较人少，跟你加油打气一下。谢谢廖先生，谢谢你的加油。 好吧，你觉得最重要问题是两岸关系就对了、嗯。对啊，因为像你要说要加入什么国际组织的话，嘿，人家国际都认为你是中国啊，嘿，他不会认为你是中华民国啊，嘿，对呀、啊，所以要跟对岸坐下来谈。哎呀、啊，最好的办法。嘿，有有谈有机会啦。 哎，哎呀，那、啊、谈不拢再说嘛，再再来瞧嘛。对呀、啊，对呀、啊。好，谢谢廖先生，谢谢你空运进来，<好>谢谢你哈，谢谢呃、拜拜。谢谢，谢谢哈、哦，谢谢新店的廖先生，听到没有？Man c a k e 好，以点为绿豆卡卡雷哈零二二三六三九九，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呐、啊，好、哦啊，也没有什么什么对错或什么的。好、哦，你你觉得，因为你你看台湾这个局势，看台湾的新闻，你觉得最迫切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这样，好，那你说跟对方坐下来谈，会不会会不会被骗呐、啊？会不会吃亏啦、啊？会不会大家这个不欢而散？什么当然有可能啦、啊。但是总比打仗好吧？啊，如果谈不拢破局怎么办？告席被供干干的话、啊，总是先坐下你不要学乌克兰，先被打之后再坐下来谈，这什么意思呢？就先谈嘛，谈不懂再说嘛。好，不要像乌克兰家被打的。 鼻青脸肿的说：“哎、欸，我们要我们要和谈，好，那个都都来不及了哈。来零二二三六三九九来飞利晚餐你好，哎、欸，慧慧你好，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新店，我姓钟，钟小姐，嘿，嗯、你好，潜水很多年了，嘿，这别别、嗯、别再潜水了，钟小姐，嘿嘿嘿今天都因为你的节目，对对、哎、对，小姐来来你的节目很想看，嗯、可是我们上年纪的都不太会用你说的那种新的方式，只能听收音机而已。<好>那个两个。” 不要怀疑、啊。好，来，请说的。來嗯，我一直很想那个，嘿，没关系，慢慢想。孙艺璇跟那个李国鼎的时代，好<嘿>，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台积电都没有了，真的很可惜啊。台台积电还有啦，有啊，都是外国人拿拿在手上的股票啊，八十八，对对。对啊，他想要钱，他就把它卖掉；他想要搞你，他就把它买下来，这样子。 然后坐下来谈呢、啊，好像都没有人支持哎、欸。我们在这边都已经快要凋零了，不晓得等不等得到。我已经快八十了。哎，那个那个中校先生，你说你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坐下来谈啊，<嘿>要和解啊。<嘿>那个比力气比不过别人，最起码要让他把手背伸出来呀、啊。 我觉得为什么那个建立、嗯、那个借力使力的都没有人要用，都要用硬碰硬的，用石头、用那个鸡蛋去碰石头？嗯、是，有点力不从心呐、啊。我们哎、嗯，可是庄姐，我们这几十年不就这样子？<laughs>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年轻人他们有没有在觉醒啊？最近大家都在传说那一个，嗯、呃。 奥斯卡上打巴掌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被媒体操作？<嘿>他喂你什么吃，给你吃什么，你你的想法就会改变了。那年轻人看到这一则推文以后，他们会不会改变他们的思想，还是继续被洗脑？好好好我们已经真的是后浪了，现在要靠 <laughs> 靠大家努力啊，把这个。 社会风气导正过来。哎呀，庄姐，你这讲的好难啊！社会社会风气还要导正。<laughs> 对啊，那个人年轻孩子 <laughs> 他们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啊？就是说，你不要被人家洗脑。我的孩子啊，嗯、现在都在外面，都都不太敢敢讲。虽然他们同才都是这样子，可是他们都会避免纠纷，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要去。 据理力争啊，说不对就是不对。好好好，我懂。现在好像大家都畏畏缩缩，都算了算了。就是你开短下。的话，就是明哲保身就好了啦，不要不要再跟人家那个。这样子是没什么希望，年轻人还是要有冲劲，要有朝气的，不要被人家卖来帮人家数钱。我们老一辈都这样子讲。真的，谢谢钟小姐，谢谢慧文，加油！谢谢你，谢谢，拜拜，拜拜，好，谢谢。 新店的钟小姐，这个七十几快八十了哦。但庄姐，因为我们就如同你讲，那我我我是比较建议大家，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扣音进来。但是如果说，呃，你在这个公司啊，或者你在餐厅啊，或者在马路上、呃，跟人家有不同意见什么的，那还是不要好了。我我讲实话，你哎呀，陈万，你等息，金加共公斤多少钱？我私底下我都不谈这个了。我跟你讲实话，就是不管是 这个吃饭啊，或是在在外面买东西什么的，哎，你城我跟你讲，我我我我不要谢谢谢谢,谢谢，我就跑了，好不好？这个钟小姐说要据理力争，买了、啊。钟小姐，据以以现在的这个社会氛围跟大环境哦，你你看之前叶原志被出征，郑丽文被出征，徐巧芯被出征，在蔡总统领导的这个这个国家，他现在的社会氛围是这样啊。 哦，oh, 你修理民进党出征你啊，修理你啊，跑去你脸书洗版啊，去灌啊，什么的。这样，<laughs> 自己灌。你有什么意见？什么那个的？自己灌说去跟人家这个这个，我我我我是这庄姐这点我们沟通一下，我是觉得不要好，因为你你在明，人家在暗哈，你也不晓得人家到底是那个。 后面什么来头？什么来来来？零二三六三九九五来，那个我们线上的朋友来，你好、嗯、，Hello，你好，你好，喂，哎、欸，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呃、欸，我住台北，我姓游，呃，尤先生，对，是的，啊，来来，尤先生，来通关密码来，两个不要怀疑，好来，请说来，你觉得台湾最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很多太多了，辉文哥。 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下架民进党，这个是我觉得最迫切的问题。哎，下架没有答哎，<嘿>对，哎<嘿>，啊，因为民进党做了太多事情，我们没呃，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那我们要怎么下架它？<嘿>可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好像呃，人民也都还蛮默许民进党。 做任何事情的，这个比较有趣，<laughs> 不可思议嘛。所以、嗯、刚有,有些，你刚刚讲说你也没答案嘛？就如何下架民进党，你也不知道怎么，我也不会没答案。<laughs> 没有，像那个呃，就是反反核时，而、呃、我们也上街过，呃，<嘿>好像也聚凝聚力也不够。那<嘿>、呃、我自己也有上街，呃、<嘿>陪大家走了一段。你说可死啊！呃 诶、欸，应该是反那个反反莱猪，抱歉<你>我讲错了。好了，<laughs> 我记得反儿子没有人出来，我讲错了，是反那个莱猪。哦、你有站出来，可是后来莱猪光头没过啊？对，没有过。哎、嗯，呃，就我我自己也也很伤心，也很失望嘛。<嘿>呃，因为呃，我四个都输了这样子。呃，你你被人家撵过去，哎 <laughs>、欸，碾的还蛮彻底的，点点的零比四啊、呃。所以所以有些人你觉得。 下架民进党是台湾目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是<的>但是你没你没有答案，你也不晓得要怎么，那我也没答案，那怎么办？<laughs> 就就让下一代去处理啊，<laughs> 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子。你已经讲到下一代，下一代都他们的人呐、啊，下一代，下一代都是念新科刚出来的，还、呃、下一代去处理？<laughs> 我们只能从自己家里頭的教育，呃，慢慢的累积一点中华文化在自己的。 下下一代身上嘛，这样子，只要下一代他们没有呃没有很对中华文化很反感，那我们在跟他讲的，像好比说我们小时候念的《三字斤啊，《四十五斤啊，他们没有很反感，我们就很开心的这样。哎，民民进党立委都说国文不要考了，你，你你你一言难尽啊。OK，好，<對>谢谢尤先生，谢谢你打进来哈，<對>谢谢你，拜拜<對>拜拜。謝謝 来来来，我们还有时间。诶，对武器，这还有可以再接一通来。你好，你好，Hello，你好，你好是您住哪贵姓？你好，清北曹乃龙曹乃龙好，这老朋友你好，来来来，来，仁 <laughs> 兄好，来来来，通关密码来，两个不要怀疑，来来来，朝先来，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啥？我觉得是公耕了，老旧老旧社区的东西，嘿。 都跟嘿，因为台北，我相信我我们有住台北住新北。曹件你你你讯号有也有点那个嘿，很我先稍后一下嘿，很多。喂喂喂喂，现在好吗？好好多了。你刚刚是干嘛？你刚用耳机啊？对，不能用耳机啦。你新来的，不起，奶奶，你你你新北的？我在健身房板敲。 板桥板桥需要哪哪里需要都根？板桥哪一带？板桥偏一点的地方，靠近河体那边。板桥靠河体呀，哎，对，就是就是我们讲说板桥那个大庙啊，二我我们板板桥殡仪馆那附近。哦，好好，你一定要把它讲出来。那边不是我公长辈，我赶我你听不？哇塞，那你蛮好的。现在太对，还还听听听众，哎，哦对了，啊那边需要独根吗？ 我、哦、那边现在盖很多、欸，我知道啊，所以你一说要把大庙迁走就对了。不但要迁，我我是认为不需要迁走，既然已经在那个地方也，也没也没也没有地方可以找了啦。我我觉得啦，对，就让他待在这个地方。迁、啊、走要迁哪里呢？啊、<laughs> 对不對,对？就让他待在那个地方，不要动了啊。然后旁边那些房子房子哈<嘿>，我我我去讲那是四五十年老工艺，朝你包括台北市也有。你在那边有房子吗？ 我有，我不是在那附近啊，哦、我在中山路这里。那那木桥附近哦，好，不是啊，曹先，你我问你，<是>然后你说台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都根。就是老旧的房舍一定要尽快拆除、啊，不是我我要跟你计较，就是、这个这这个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嘛？国家都快倒了，国家都快倒了，你在弄都跟不是，辉文，<做>最近地震这么多哈、哦，嘿 我我做给台北市、嗯、哦，台北我我,我很担心、欸。台北市台北县的那个那个那个老老的房子很多了，这是真的。很多很多四五十年的老公寓，比比我真的很担心。比比皆是，对，真的。如果万一台北，就说这这,這最近的这次地震哈，好显大家都很平安啦、啊。是是是。那如果要是万一有有有,有一个真的很大的地震哈<嘿>，我我我说台北市一定会很惨。 如果发生在北部的话，希望不要了，希望不要。对了，当然希望不要啦，但是还是要跟惠惠文讲一下上一次的事情，很抱歉的，我讲那个嘉驭那个那个问题了啊，没，没。其实我我我我说曹燕，我说你你听我讲完那个那个惠文兄，我我完全是一片好意是我知道的。第二，惠文兄，我您您。 在我的感觉哈，您是一个曹健，我能够对声音都能够记忆的。谢谢曹坚，谢谢我时间的关系，你太聪明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别别记得这事情了，谢谢，明天见，拜拜。